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？是不是在偷偷做坏事？你怎么下来了？他们还在喝吗？我爸喝到睡着了，我妈在整理行李。哦，环岛。对啊，明明就只是环岛而已，然后弄得好像要搬家一样，一直问我要带这个好，还带这个好，烦都烦死。他们烦得很可爱，你要珍惜他们。哦，那你那么喜欢的话，不然我就送你带回家。我跟你说，不出三天你绝对会后悔。你现在找我干嘛？那你不是要搬走了，所以我就下来看看你。蛮奇怪的哈，我们可以这么心平气和的在这里聊天，而且想不到会跟你一起振兴老街、改造老街，然后你还是改造老街的主委，真的是意想不到。不过很谢谢你，我相信你那么聪明，一定可以让老街恢复以前的热闹，而且会比以前更好。虽然我是执行长，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我说了算。如果事情到最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算了，没事。哎，你这很奇怪，讲话干嘛那么客气啊？一点都不像以前那个自大的张礼谦。不像张礼谦的像谁？阿牛。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跟你聊天真的不能聊太多句，讨人厌的个性一辈子都不会改变。你干嘛？你上次说没有经过你同意就亲你会怎么样？你不要乱来哦！如果你乱亲我的话，我会擦下你双眼哦，我还会打爆你鼻梁哦，我会用胶水把你嘴巴粘起来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今天整个晚上都是你们在谢谢我，但其实是我在谢谢你们。谢谢少爸少妈告诉我家应该是什么样子，谢谢林萧春告诉我原来曾经有一个叫阿牛的人在这里过得这么快乐，谢谢你让我知道能够喜欢一个人是这么幸福的事。为同样的差异，总有些缝隙，培养不来默契。前一秒甜蜜，后一秒负气，多强壮的心才经得起。朋友眼中你，温柔体贴和平。我只有说你亲我的时候要我同意，但是我没有说我亲你的时候要你答应。好丢脸！对不起。啊，你是怎样啦？我刚刚折好的衣服，你……哦，对不起，是你冒失鬼你。
啊，你脸怎么红彤彤的？害羞、哦？怎么了？我才没有嘞。没有啊？不对哦，你刚刚说你去跑去找执行长。看着我，你是不是跟执行长发生什么脸红心跳的事？我才没有嘞。你才没有？你们两个是不是谈恋爱了 ？Fall in love？ 没有啦，我哪有跟他谈恋爱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来来来，来坐下来，跟妈妈好好的 talk talk。我跟你讲。你这个演技哦，完全不行，破绽百出。你妈妈我也是有谈过恋爱的呢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全面沦陷。你在说什么啦？什么全面沦陷啊？你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在那边眉来眼去，那你当我没看到？那我们餐桌上就这么几个人，当然很容易不小心就看到对方。那你怎么不会不小心很容易就看到我跟你爸爸？知女莫若母，你的个性我会不了解。你如果没有喜欢张礼谦一点点，你怎么可能当他的秘书当到现在？你早就把他海扁一顿了。我哪有那么夸张？就是有那么夸张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很 open mind 的，喜欢我就要大大方方的承认，不要在那边扭扭捏捏。我只是对他有一点点好感而已啦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哦，还是有很多点。我是觉得张礼谦真的不错，但是他那个爸爸就很难溜了呀。如果你真的要跟他交往，真的会很辛苦。我又没有说要跟他在一起。你知道古人说啊，门当户对。要找一个成长背景跟你一样的人交往在一起会比较轻松，如果成长背景不一样哦，在一起就会很辛苦，就很像牛郎跟织女 ，Jack 跟 Rose， 他们的爱情故事哦是轰轰烈烈，可是呢，他们的结局都非常的凄惨，是非常凄美的 story，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？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啦，还在牛郎织女 ，Jack 跟 Rose。你如果要慢慢脑补的话，你就自己脑补啦。我要脑补，我脑子很清楚哎。我跟你讲哦，通常哦，恋爱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两个人哦，就是斗嘴啊，然后吵来吵去啊，小甜蜜啊，然后最后就亲下去哦。